才刚开场就有人遭受阿帕奇。看到石头了，不，不可以跟我抢，高威武，走开，你走开，你不要去，不行，阿妹，阿妹，阿妹，这是万爷，这是万爷，好，感谢你。再过来。散热器。哇，被后面的人打。有人打我。哦，他那个角度。非常感谢。哦，在你们后面。让我追一下。哇操！我没有扶脚，有，他炮管坏了，炮管坏了。这是扶脚，这是脚脚。打死了！人白痴，傻人了！那不是球。没有，还是。豹子，豹子！看不见，不是他死掉，他死了。修理弹。右边有人，右边有人。乐哥来。Nice。ITO。走太慢。没力气。马斯克。没事。要死了，这是真的要死了。哦，没事。是什么车？那个一二。没吃饭。掉头。我操！别抬了。哎呦，他突然冒出来！耶耶，小的炮坏了。在哪里？他躲起来了。
那边用刀爆吧。他三发，我等下看他开回去。这里有一台122跟防空，好像是那个中国防空车，应该是到了。对对，是那个，不是，不到就打不到。啊！你打到他的那个，啊！换掉。嘎！你们家还有一台一二吧？应该是。哀愁，我操！那靠的，那选在那边，很嚣张。我在搞，他没有死，不要被打中发。吓死！猎鹰有追我，有啊，所以他才没有像那个有雷达的分房那么高，根本就是一个平衡啊，有雷达就没有吹纹，有吹纹就没有雷达。VT14。在我下面而已。一条。他找了另外一部。我从另一边过去了。这有一台 U。他在这。哎，这个 critical 驾驶。小心空中敌机，走山洞，腰洞洞洞。死。VT14，哪里有油？没有，他被队友打死。把引擎扫坏，然后他屁股太高翘，打不到我。哼。还不知道，扫死什么一个防空车，不知道什么。他打刺那东西，完全抱着人吵死他。得奖了，然后上面应该还有一架直升机。那个啊，直升机。还有两个人，掉了一台。哎，没有。那就剩下还有一个人，还有两个。我刚重生，这边没人。不然他就也是重生直升机。两个溜过去，另外一个重生。好，有另外一个在这里，防空阿达斯。他才刚重生。好，那是掉。
还有两个人，还有两个，那是重生的吗？对，总会想要不要过去那里，让开他们另外一个重生点吗？但是，哇。看他们另外一边感觉，那是要飞机。先检查一下这，那边再多一个防空或者什么鬼，然后就好了。就是在空中啊，好，在这里那个空是真值值什么东西的呢？值十吧，打死星光。他多少次拉飞好。小心空中飞行，小左动，小左动动。哇！好，另外一个是这个。小心空中的猎豹没有导弹。哦，不是导弹。先。算了，我就帮忙站了。